该县政府一共表扬173位模范学生，表扬的主题是模范学生，学生模范。由二德国中张凯琛、外白国小吴生如以及民和国小王成阳三位模范生，分享求学的过程。只要在学习上努力认真，在生活中与人为善、积极向上，我们都可以是被看到亮点的模范生。我相信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拥有这些特质，所以感谢同学跟师长们对我的信任。未来我们要一起持续努力，在平凡的生活中当一个可以被同学学习的好榜样。关于王章良们的学生，模范生是求学阶段重要的肯定，代表现在的努力都有让大家看到，希望学生能够继续打拼，出社会之后变成是社会模范。那就我们所有的国中、国小、高中被推荐的这些模范生来讲，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荣耀，表示你在整个人生的发展过程，在这个阶段是被肯定的，那被学校推为模范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人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，包括以后出社会，所以在这边我会期许大家，以后出社会还是可以当这个社会的模范，我想这才是重要的。王章良也鼓励家眷的囡仔毕业了后，爱勇敢出外探索，但是囡仔想要倒来家己发展，县会努力打造优质的就业和生活环境，让家眷的囡仔有更多就业机会。记者黄美佳，县长报道。